温柔的春居然喜欢上同一道菜。王熙凤的母亲为什么特意送来鸡油做的花卷？火腿加竹笋为何对病后的宝玉大有裨益？贾元春赏赐的糖蒸酥酪究竟珍贵在哪里？中华医药特别节目《三探红楼美食》，敬请关注。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珍爱生命，关注健康，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中国有一位诗人啊，曾经这样写道：世人个个学长年，不务长年在目前，我得晚秋平易法，只将十周治神仙。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世上的人啊，都在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却不知道啊，其实这方法就在眼前，他自己就是凭借着喝粥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这位诗人啊，不是别人，正是有着长寿诗人之誉的陆游。他出生于公元1125年，病逝于公元1210年，活了85岁。在当时战乱不休的年代里啊，能够如此高寿，据说就和他喜欢喝粥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实啊，几千年来欲养于时的这个理念啊，早已经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也出现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比如说《红楼梦》，那里面记录的很多的美食啊，都有着很好的养生功效，就连一顿给病人吃的病号饭都烹制得格外用心。来吧，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可细细的说明白了，若明天再来，我就不依了。《红楼梦》里的女孩子林林总总，什么类型的都有。要说最爱发火的，那就非探春莫属了。你连我的包袱都这个和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女孩，被叫做三丫头。你趁早说明。探春脾气大，在贾府里那是出了名的。这儿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你们也都搜明白了，都搜明白了，都搜明白了，连姑娘身上我都翻过了，果然没有什么。哎，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妈妈走吧，别疯疯癫癫的。而在《红楼梦》里，和探春性格正好相反的，就是温柔贤惠、知书达理的薛宝钗，人长得漂亮，说话办事也非常得体。宝兄弟，亏你每日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冷吃下去，凝结在里头，用五脏去暖它，岂不要受害？宝钗和探春，一个温柔如水，一个暴烈似火，而就是这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却被同一样东西拉在了一起。就说前儿个三姑娘宝姑娘要吃个油盐炒枸杞盐的，现拿500钱来给我。我说二位姑娘啊，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弥勒佛也吃不了500钱去，现赶着把钱送去，可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宝姑娘说的就是宝钗，三姑娘说的就是探春，而油盐炒枸杞盐却有些问题，因为我们在《红楼梦》通行本的第61回里看到的并不是油盐炒枸杞盐，却是油盐炒豆盐，这是怎么回事呢？常雨芹写枸杞油盐枸杞盐啊，显然是针对人物他的喜好来写的。那么后来的人把它改成炒豆芽，恐怕这个不太符合人物和食物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枸杞芽啊，其实啊就是枸杞树的嫩芽，和现在很多人都常吃的什么花椒芽啊、柳树芽之类的这个山野菜啊差不多。而为了吃这样一道菜，
宝钗和探春不惜花费了500钱。这500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按《红楼梦》第36回里的记载啊，那是一个小丫鬟一个月的工资。那以宝钗和探春的身份，在贾府什么样的东西吃不到啊？非得要花这么大的价钱，为的是要吃这么一道类似山野菜的东西呢？刚才啊，胡文斌教授也说了，说这道菜和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就从这方面入手，去探寻个究竟。那之前我们先去厨房来看一看，做这道油盐炒枸杞芽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做油盐炒枸杞芽需要准备枸杞芽250克，青红椒丝适量。枸杞芽如果买不到新鲜的，您可以像我们一样去买速冻保鲜的枸杞芽，效果也是一样的。要知道宝钗和探春为什么不惜代价想吃油盐炒枸杞芽，就得先从他们俩人的健康状况说起。先说薛宝钗，提起她，那可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但是这个宝姐姐千好万好，就一点不好。这两天我那种病又发了，所以也没出屋子。姑娘有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请个大夫来，好生开个方子，认真吃几剂，一事儿除了根儿才是啊。小小年纪倒做下个病根儿也不是玩的。它是一个外冷内热，也就是说从医学的观点来看，它应该是有内热热毒这样的一个病。在第八回以后啊，在描写当中啊，就提到这个，不断地提到这个宝钗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热毒症。是什么海上方？原来《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先天就带着一种所谓的热毒，为此她长大以后时常出现咳嗽痰喘的症状。这种情况现在很常见，但在当时可不太好治呢。寻常的药没有用，只能用特殊的药物来治了。难得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将这4样花蕊到了第二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上药沫子一起研好，又要雨水之日的雨水12钱呢。得的病奇怪，吃的药也奇怪，关键是非常难配，一样东西凑不齐，这药都做不成。没了药，宝钗的那种病就控制不了，这可怎么办呢？您别说，这个时候枸杞芽可能还真管点用。他由于呢自小呢从娘胎里带来的胎毒内热，因此呢他经常爱使用扇子，而且呢内火比较重。枸杞全身都是宝，那么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呢把它列为本经上品，是这么说的，就是呢春采叶名天津草，夏采花名长生草，冬采子名枸杞子，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那么实际上呢，在我们入食疗的时候啊，最常用的还是枸杞芽和枸杞子。枸杞芽清肝热，它有一个特点是清内火、清虚热，因此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宝钗啊，爱吃这个枸杞芽啊，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个宝钗从娘胎里带来的那股子热毒啊，消散不了。用现在的话说啊，就是一种热性体质。这个内热导致她身体啊寒热失调，气机紊乱，继而啊就出现了咳嗽啊、痰喘啊这样一些症状。那么这一点啊，从冷香丸的那些配料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中医认为啊，这个白牡丹花具有凉血除烦热的功效。
而这个白荷花呢，可以清心益肾；白芙蓉花清肺散热，而这个白梅花可以疏肝解郁。那这四种花再加上清热燥湿的黄柏，组合起来的功效就是疏肝解郁、理气清热，那正对薛宝钗的病。而这个枸杞芽呢，它也有很好的清热作用，那这个内热清除了，那些不适的症状自然也就缓解了。所以说啊，这个枸杞芽的确非常适合薛宝钗。但是探春又为什么也会喜欢这个枸杞芽呢？探春是贾政与赵姨娘的大女儿，也许因为是姨太太生的闺女，所以探春的性格从小就很火爆。这一天她连自己的亲妈都顶撞了，赏过四十两。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故意的表白表白。姨娘别生气，这也怨不得姑娘。哼，羽毛还没长全就忘了根本，只捡高枝飞去。看这个发怒，这个在探春身上不只是一次两次，所以我想他的刚烈发怒恐怕与他肝火太旺太盛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而对于探春这种肝火过旺的人来说，枸杞芽也是非常合适的。而探春本身呢，按书中描写，由于肝比较热，所以以后呢情绪比较急躁，容易发脾气，因此呢食用这样的一个枸杞芽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呢枸杞芽可以疏肝解郁清肝热。这么一说啊，这个宝钗和探春肯花500钱去吃这么一道菜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其实啊，这个枸杞芽自古啊就是珍品食蔬，在山家清供中啊就记录了一道宋代的名菜，叫做山家三脆，就是用枸杞芽、春笋尖和小香菇制成的。而且啊，到了清代，这个乾隆皇帝的后妃们啊也经常食用枸杞芽。那么现在在很多的这个大型超市也有冷冻的枸杞芽出售，不过呀，可能大多数的观众对这个枸杞子的这个熟悉程度啊还是要超过枸杞芽的。哎，那既然枸杞芽和枸杞子是一种树上的东西，那我买一点枸杞子来泡水喝，不是也一样可以清热除烦的吗？哎，这个呀我还真得提醒您一句，别看这个枸杞芽和枸杞子啊同属于一种植物，但是在功效上面还真的不完全一样，它们呀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个区别在哪儿呢？这样我们先去厨房学习一下这道油盐炒枸杞芽的做法，回来再告诉您。原料备齐了之后，首先要在砂锅里加一点水，烧开之后把枸杞芽倒进去焯一下，然后沥干枸杞芽里的水分，这样可以使这道菜吃起来有很好的口感。接下来在炒锅里加入适量食用油，先把青红椒丝放进去煸炒，再把沥干水分的枸杞芽倒进去翻炒，翻炒几下之后加入味精、白糖、盐，接着再烧下翻炒，这道油盐炒枸杞芽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枸杞子大家很熟悉，很多人都喜欢拿它来泡水或者泡酒。枸杞芽和枸杞子虽然是同一种树上出的东西，但功效却不尽相同。枸杞芽
它是向上长的，中医认为呢，气气清清向上，因此是生服药，因此它非常容易到达面部，它可以治疗呢由于肝肾不足的虚热引起的面部的疾患，比方说痤疮啊，或者说呢面部的比方说那个一些痈痛肿痛啊，甚至呢眼睛由于风热导致的休明流泪啊，或者是肿胀疼痛，这些都行。而枸杞子它是种子，它的作用趋向是向下的，而因此呢我们讲的是沉降药，所以它更容易到达躯体的下部，所以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滋补肝肾、强腰膝、壮筋骨的作用。其实啊，这个枸杞芽和枸杞子的区别啊，还不止这些呢。比方说哈，这个眼睛干涩、眼睛容易疲劳，那中医认为啊，这种情况是由肝肾不足导致的。那这时候啊，往往会建议患者食用枸杞子。那如果要是眼睛爱发红、容易胀痛，那这个时候啊，就要用枸杞芽来预防或者治疗了。好了，说完了这个油盐炒枸杞芽啊，咱们接着再说这个红楼美食。金陵十二钗个个是美女，尤其是这个王熙凤，用书里边的话说，就是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微不露，单唇未启笑仙文。可以说这个王熙凤一出场啊，就给人一种光彩照人的感觉。但是对此红学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细节的背后透露了王熙凤的健康奥秘。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一起往下看。月前昨天就放完。王熙凤是荣国府的大管家，全府上下事无巨细他都得操心，用现在的话说，算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强人。她的每次出场都光彩照人，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红学家的眼里，王熙凤光彩照人的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她出场的时候我们看到她是浓妆重彩，这种这个化妆固然是为了这个靓丽起见，但另一方面会不会有一种掩饰她面容的苍白呢？我想极可能的。为什么王熙凤华丽的亮相会被胡文斌教授看作是一种掩饰的需要呢？她应该说是这个从少女时代起她就有一个月经不太正常我们俗话说经这个，或者是用医学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下红的毛病。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乐得不识恩呢，没得结些小人仇。王熙凤有月经不调的毛病，苍蝇不关于这一点《红楼梦》里多次有过描写，而这个毛病带给王熙凤的直接问题就是反复流产。也搁去不用，朝廷这还有挂物的呢，也不算委屈了他，何苦来操这心呢？自己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个哥，六七个月还掉了，胭脂不是素日操心劳力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呢趁早见一半不见一半的倒也罢了。算了，按理说像王熙凤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卧床静养才对，可是大观园里的一摊子事儿，哪件能离得开他呢？你想想，长此以往，王熙凤的脸色能好得了吗？王熙凤一方面这个操劳家事很劳苦，所以又不得休息在饮食方面也不能够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她出现脸的苍白啊，这个黄皮肤啊，这都是极可能出现的现象。原来王熙凤脸色不好的背后是一个妇科的顽疾。根据书里的记载，当时的王熙凤也不过二十来岁年纪，所以肯定周围的人都想方设法的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王熙凤的母亲就派人送来了两样点心，其中一样就是鸡油卷，据说这道点心就是专门针对王熙凤月经不调这个病症的。
织女莫若母是吧，既然舅太太特意送给她的女儿的这样一道点心，我想她一定是考虑到她女儿有什么病，她特意才送来这道点心，所以她用的这个油很可能是无机油。那么如果这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道鸡油卷不但体现了王熙凤母亲的用心良苦，而且还是切中病机的。这就是做鸡油卷的原料，发好的面团250克，乌鸡鸡油20克，这一碗淡黄色的液体就是乌鸡油了，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吧？为什么红学家和医学家都推测鸡油卷就是用它做的呢？大家都知道王熙凤呢，她本身呢，她有些妇科病，月经不调，而且呢崩中带下，恰恰是这样一个病机，中医认为呢是和肝脾肾的不足有，而乌鸡呢恰恰可以协调这三者的平衡。因此呢，我们在临床中呢，你像有一些女性呢，就是我记得有个这样一个病例，就说呢在44岁的时候月经就没了，那么建议她呢服用一段乌鸡汤以后，居然正常来潮，又开始正常了，这说明呢乌鸡调经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乌鸡可以补肾调经，这一点啊也经过了现代医学的验证。乌鸡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这是普通鸡的45倍，具有非常好的补血的功效。而且啊，这个乌鸡中还富含一种叫做鸡肽的物质，这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剂。那么在欧美的一些国家呀，这个鸡肽常常用来提高肌肉力量，减轻老化、孤独症和糖尿病的影响，所以啊，难怪这个乌鸡会被称作是黑了心的宝贝呢。乌鸡有这么好的功效，那么乌鸡油的作用更不用说了。下面我们赶紧去学习一下这道鸡油卷的做法。做这道鸡油卷，先把发好的面团揉开，再往案板上撒一点干面粉，把面团擀成薄片，然后均匀地刷上乌鸡油，再撒一点盐，如果你喜欢吃甜味的，也可以撒一点玫瑰酱或者桂花酱。接下来把处理好的面片像这样卷成卷，再用刀切成小块，翻卷一下，然后再往篦子上刷点油，把花卷摆上去，就可以上蒸锅蒸了。用中火蒸20分钟，20分钟之后，这道鸡油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您看哈，这鸡油卷啊已经做好了，但是啊，我想您可能还是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乌鸡好买，这花卷啊也好做，但是这个鸡油怎么找呢？为此啊，我们也请教了一下厨师，厨师啊教给了我们一个方法，那就是所有的这个鸡啊在腹腔里都会有一块大小不一、微微发黄的东西，其实啊就是一块固体油，这就是鸡油。把它摘下来之后洗干净了，然后呢放进烧热的铁锅里，用小火去炼它，然后再过滤掉渣子，那么剩下来的就是可以食用的鸡油了。那如果您要是觉得做这个花卷麻烦的话呀，
也可以在煮面条的时候搁上一点鸡油，效果也不错的。您看哈，这个鸡油卷啊是一道主食，那么咱们前面介绍的这个油盐炒枸杞芽呢是一道菜，那有了菜又有了主食，要是再有一道汤那就好了。哎，您别急，这就给您来一道汤，那可是贾宝玉大病初愈之后抢着要喝的汤。《红楼梦》是一部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小说，书中的宝玉离开谁都行，就是离不开黛玉，时刻担心林妹妹会离开自己。谁？哪个家去？你妹妹回苏州家去，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这里送不送去，林家也必有人来接的。紫娟随口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让宝玉当了真。回到自己的住处，他就像中了邪一样。下下的说啊，李，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来了，打出去，打出去啊，打出去，打出去啊！大爷爷。后来弄清了真相，又经过太医的调理，宝玉总算慢慢的恢复了过来。但是经过这么一闹，宝玉的身体还是非常虚弱，生病的人往往胃口都不大好。有一天，厨房就给宝玉送来了一顿特殊的病号饭。他出在第五十八回，是这个小丫头们送来四道小菜，其中最后呢，在这个食盒里发现还有一碗这个火腿猪笋汤。那么一端上去，袭人一端上去，宝玉喝了之后啊，急急的喝了一口以后啊，就说好汤好汤。要说这贾宝玉大病初愈，正是肠胃功能虚弱的时候，应该吃上一点清淡的好消化的，可是为什么厨房会给他端来了这道火腿做的汤呢？哎，说到这个火腿了哈，看过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可能都还记得黛玉曾经喝过一道也是用火腿做的汤，那就是火肉白菜汤。这王熙凤啊也吃过一道火腿炖肘子，因此啊，据胡明教授分析哈，说这个火腿啊，在大观园里可以算得上是当家菜了。那《红楼梦》里的人啊，爱吃火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味，他们看重的呀，是这个火腿与众不同的功效。那到底是什么功效呢？这样，咱们先去看一看做这道火腿竹笋汤都需要准备哪些原料，回来再告诉您。做这道火腿竹笋汤需要准备竹笋200克，火腿肉250克，枸杞适量，红枣适量。火腿大家都很熟悉，是常见的食材，而在中医的眼里，火腿的作用却非常特殊。我记得就是《本草纲目拾遗》呢，有这样一个记载，就说呢，当时呢有一个人呢，由于脾胃虚弱，因此呢泻下非常的那个就是不好治。这时候呢，大夫呢曾经让他呢以上好的火腿连着着脚的火腿进行呢白水炖烂以后，炖了一天，然后一顿吃下去，结果呢他的泻泻很快就好了。这也体现了中医呢，健脾养肾，同时呢可以呢起到就是止泻的作用。火腿是猪肉经过特殊制法做成的，又是烟熏又是腌制，一番处理之后，这火腿的肉和猪肉已经不仅仅是口味上的区别了。
大家都知道猪肉呢味道鲜美，而且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但是中医认为呢猪肉本身它偏寒，同时呢它的作用偏于滋润，因此中医讲呢可以呢充胃之养肾阴通润肠腑，但是呢总体来说呢它的营养非常虽然丰富，但是呢偏于滋腻，许多呢消化系统呢功能偏弱的人吃猪肉以后呢容易产生消化不良。而火腿虽然是产于猪肉，但是经过冬夏的长期的泡制，很多的营养物质被消化分解，因此呢更容易吸收。根据《本草纲目拾遗》的记载啊，说这个火腿啊有益肾养胃生津壮阳固骨髓健足力的功效。而这个现代医学啊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火腿当中啊含有18种氨基酸，那么其中8种啊是人体不能够自行合成的，必须要从外界获取的。正是因为那火腿有这么多的营养功效，所以啊大观园才会把它作为是一道当家菜。好了，现在赶紧让我们去学习一下这道火腿竹笋汤的做法吧。做这道火腿竹笋汤的第一步是把火腿切成薄片放在一边备用。然后把笋切成细丝。哎，厨师为什么不是横着切，而要这么切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特别好的把肠道中的废物和毒物结合起来排出体外，因此呢《本草纲目》称之为肠瓜壁。正是由于这样非常好的通腑排毒的作用，因此呢可以很好的预防很多消化系统的疾病，甚至呢也可以预防一些癌症。正是因为竹笋有这个作用，所以一定要顺着切，才能保持竹笋纤维的最大化。原料都切好之后，砂锅里放入清水烧开，然后加入火腿片、竹笋丝、红枣，再加入少许料酒，搅拌一下，盖上锅盖，中火煮15分钟左右。然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盐、鸡精，再加入枸杞之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那么这汤呢，从我们看来，首先它是一道开胃的佳肴，因为火腿啊本身呢它有猪肉的鲜美，同时呢又避免了猪肉的滋腻，而竹笋呢本身是一种非常好的鲜美的食品，它在入汤以后呢味道鲜美特别可口，因此呢特别适用于人久病以后胃口不开的时候食用。火腿竹笋汤真的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哎，但是吕峰教授啊也提醒说了，说因为这个竹笋啊含有粗纤维不好消化，因此啊有胃肠道溃疡的朋友就不宜过多食用了。您看哈，这主食有了，菜也有了，汤呢也有了，那如果要是再来上一份餐后甜点，那就完美了。哎，有人说了，说又不是吃西餐，哪那么全呢？您别说，这次啊《红楼梦》里我们还真就找到了这样一道甜点，它不仅口味独特，而且啊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一起接着往下看。《红楼梦》里谁最尊贵，您别以为是贾母，这个人虽说是从贾府出去的，但贾母见了他还得3跪9叩行大礼，
连大观园都是为了迎接她而专门修建的。她就是宝玉的姐姐，皇上的贵妃贾元春。母亲啊，一般百姓家的女孩子回娘家叫回门，而贾元春回娘家却叫省亲。为了迎接她，贾府和府上下那是做了精心的准备。元春到了以后稍事休息，就开始考核她这些弟弟妹妹们的学问了。杏莲招客饮，在望有山庄，灵性鹅儿水，桑榆燕子凉，一齐春酒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羁馁，何须耕织忙。果然尽意了，这杏莲在望一首为前三首之冠。考试结束，元春对宝玉的进步非常满意，回宫之后专门派人赏了一样东西给他。这样东西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糖蒸酥酪，这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并不是在贾府，也不是说吃不到啊，涮牛奶嘛，也能够吃到。但为什么这样看重呢？我想这是出自宫廷的食品，所以它就显得特别的高贵，显得特别的重要。原来啊，这个贵妃赏赐给宝玉的这个糖蒸酥酪啊，就是一碗酸奶。哎，说到这个酸奶了哈，现在啊咱们都非常熟悉了。在乳品家族当中，它因为口味独特、保健作用突出而备受青睐，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天天喝酸奶的习惯了。那据专家考证啊，说这个《红楼梦》里出现的糖蒸酥酪啊，就是一种特制的酸奶，而且啊也是地道的北京风味小吃。在《燕都小食品杂咏》牛奶酪中啊是这样说的，说鲜新美味属燕都，敢与佳人赛雪肤，饮罢香如凡可解，忙生齿颊润于酥。可见这个糖蒸酥酪的口味啊的确不同一般。而医学专家也分析说了，说它呀除了是美味可口的佳肴之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美容的食品。哎，到底这个糖蒸酥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呢？咱们先去看一看制作这道糖蒸酥酪需要准备哪些原料，回来咱们接着说。制作糖蒸酥酪需要准备鲜奶500克、酒酿100克、葡萄干、核桃仁适量、材料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发现似乎还少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很多人喜欢吃酸奶，也喜欢做酸奶。做过酸奶的人都知道，必须有现成的酸奶做引子才可以。而在刚才的配料里，我们并没有发现引子。那这个糖蒸酥酪拿什么发酵呢？那么这道酸奶呢？跟一般酸奶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说一般的酸奶是由于酸奶作为引子发酵而来的，而它呢是由酒酿做引子发酵而来的。尽管是这样，但是呢它本身也拥有酸奶常含的各种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各种元素，另外呢就是也含有呢丰富的益生菌，因此呢也具有酸奶各种保健功效。
原来这样也可以做出酸奶来，而且据说口感十分独特，赶紧去学习一下他的做法吧。首先把牛奶倒进干净的锅中加热，盛进一个大盆，放少许糖，等温度稍微凉一点之后再倒入酒酿，酒酿和牛奶的比例大致是1:3左右，搅拌一下，再分别装入小碗，用保鲜膜盖住碗口，注意一定要在膜上扎几个孔，否则碗里的水蒸气跑不出去，就会影响口感。牛奶配好之后放1个小时，再上蒸锅蒸约15分钟就可以了。食用之前呢，先把核桃仁用刀碾碎，和葡萄干一起撒在已经放凉的酸奶上，就可以食用了。要不怎么说糖蒸酥酪是出自宫廷的特制酸奶呢？这个特字不仅体现在做法上，营养上也是非同一般呢。因为它富含维生素 B 族以及丰富的氨基酸，对皮肤的滋养以及呢保护效果非常好。例如呢，酒酿中呢含有一些天然的荷尔蒙，是女性保健的非常好的重要的物质，它可以促使呢女性体型包括胸部特别好的发育。您看啊，这宫里的酸奶糖蒸酥酪啊已经做好了，这口味啊的确和咱们常喝的这个酸奶啊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厨师啊在这里也提醒您了，说制作这道糖蒸酥酪啊有2个环节您一定要注意。一个呀、就是牛奶和酒酿的比例，虽然说是3:1左右，但是啊根据这个牛奶的稀稠度和酒酿的纯度不同啊，这个比例会有一点变化。您啊只要在实际操作当中不断的摸索啊，才能够找到合适的比例。那么这第二点啊，就是蒸的这个火候，蒸的时间短了，这个牛奶啊来不及发酵，那蒸的时间要是长了呢，就会把益生菌给杀死了。所以说啊，这个时间也是要靠您反复的摸索总结才可以。也许啊，这也是红楼美食的魅力所在吧。好了，观众朋友，这期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下周见。